已知2根号3减3的括号平方等于 AN 加上 BN 根号3，其中 AN、BN 均为整数，二阶方正 PQRS。若对于所有正整数 N 均有二阶方正 PQRS 乘上矩阵 AN-BN 会等于矩阵 AN 加 1BN 加 1， 则二阶方正 PQRS 为下列哪一个选项？好，那首先按照题目所讲的，我们可以知道矩阵 AN 加 1BN 加1会等于二阶方正 PQRS 乘上矩阵 AN-BN。 好，那所以这边我们利用矩阵乘法乘开之后可以表示成是P 倍的 AN 加 Q 倍的 BN， 好，然后 R 倍的 AN 加上 S 倍的 BN。 好，那接着我们来计算，好， AN 加1跟 BN 加1，好，所对应到的就是 AN 加1加上 BN 加1倍的根号3，那这个式子呢就是2根号3减3括号的 N 加1次方，它的展开式。好，那 N 加1次方我们可以把它拆解为是 N 次方，然后再乘上一个1次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其中 N 次方的展开式可以表示成是 AN 加上 BN 根号3，所以再乘上后面这个2根号3减3之后，那我们把它乘开可以表示成是负 3AN 加 6BN， 然后再加上 2AN 减 3BN 倍的根号3，所以我们对应可以知道说 AN 加1就会等于是负 3AN 加 6BN， 那 BN 加1就会等于是 2AN 减掉 3BN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对应的二阶矩阵等于是负三六二负三，所以正确答案选的是第五个选项。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，欢迎扫描旁边的 QR code，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加入龙腾高中生，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。我们龙腾高中生见。